期我们要来玩一些奥特系列的剧，就是奥特之力。然后我们现在拿在手上的是布鲁奥特曼的月水星，它这是布鲁奥特曼的。它这个玩具主要是腰部这里可以扭动，让奥特曼就布鲁就可以做出一些动作来。然后我们把它的武器给组装起来，让它拿到手上去。布鲁奥特曼现在手上拿着他的武器，那我们来扭动他的腰，他挥动起他的武器来，这样子就可以把正面、侧面这样挥动他的武器，好好好好好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款奥特曼布鲁奥特曼的月水形态。